这个石头呢，叫做黑曜石，是从天上掉下来的。你最喜欢的就是在夏天的晚上看星星，我觉得你一定会喜欢的。统领，统领，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，这一次我不希望你再为我犯险，恩也好，仇也罢。狐狸现在在明夜风的手里，我必须得回去救他。我不是百里红衣，我叫李若。